魏瑞对阵萨萨约万诺维奇。魏瑞呢，我们也非常熟悉，一直都是这个复古型选手，非常诡异的脚步的移动。对，现在这个萨萨显得比较狼狈，一直暴露在对手的攻击火力之下。反击，魏瑞防住了。进入到双方交锋，魏瑞一上来继续是非常高压的这种压迫型的打法。后手展开紧急，每一次呢，对手如果说哇这边应该是没有踢到裆吧，踢到了打内侧，能够把这时间的哇，漂亮一个前拐从内侧往外的这个踢击。哦，比赛直接结束了，相当于在他撤退的道路上布了重兵防守，直接把对手击倒在地。魏瑞 TKO 对手获胜。